真的迟到了。10:00，10:00，10:00，10:00。刚才塞车吗？刚刚 ID video， ID vide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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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知道。我们都要 ID video 的吗？OK， OK， 我肚子饿了，要进去吃东西了吗？要，我饿了哎。走啊，走啊，走啊，进去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 X Home， 然后我请来了那两个朋友，叫王明，叫王明，叫冯慧，叫 Frank。今天我们要很自嗨，要讲话很大声，是因为他这里的那个音响真的很吵，所以我怕你们听不到。然后 Don't mind me taking this out，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们绝对是听不到我们讲话。我们讲话要这样子啦。OK 啦，所以这里呢就是在 Siri Bedarling 新开的一个 bar 来的，然后它是主打 games 的，所以它有 beer pong、spin pong、basket pong， 还有 darts。现在哦，我们就要来比赛哦。你看，二对二，怎么会有二对二哦？是因为到他不可以喝酒，所以他要他朋友来帮他喝酒，没问题，他朋友就要喝。这里也是，所以 Let's go。喂，所以刚刚我们玩完了 spin pong， 现在就要来玩 basketball pong。spin pong 我没有玩到，所以现在 basketball pong 到我出场，就看我们把唱我们把。丢丢丢丢丢！来，你看到吗？我丢进去了。耶、yeah, ！终于我们玩完所有的 game 了，就是最后一个 game 就是一个 darts， flying darts game。我人生第一次玩 darts、啊。你第一次玩了？我第一次玩。喂，我是第一次玩 basket pong 了，所以这里的特色真的是那个 basket pong 咯，因为整个水府大林整个 KL 只有他一间有那个 basket pong 嘛。而且很特别啊，一个人玩这样。真的是很难玩。我觉得如果你们是一个很爱打篮球的人哦。你们一定会很喜欢这个 game， 因为它跟篮球很像，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玩游戏的话，可以来这里。然后这里就是 X Home 奇瑞布达林，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Facebook 和 Instagram 哦。我是时间碎，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Peace。